今天真想献给我来一把。今天打饭有新的规定，要根据你们的星座打饭。哦，星座打饭，这不就一种口味的饭吗？有什么区别啊？我这儿还有很多佐料，不同的星座吃到的火鸡面是不同的。这么厉害，菜菜大厨，我是水瓶座的，那我吃的饭是什么口味的呀？水瓶座是甜味的。哇哦，不错呀。我这水瓶座的真不错，吃了辣的还能解辣呢。菜菜大厨，我是狮子座，狮子座的口味啊是薄荷味。来，给你几片薄荷叶。这薄荷的味道真上头。丽丽，你是什么星座？我是天蝎座，菜菜大厨，我的饭是什么口味啊？天蝎座，这可不得了，你的口味是独一无二的。嗯？哎呦我去！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